美诺这么会做气垫不要命了，换个地方把另外半边补上，一下两下，这装效我真的爱死。我不说谁敢信这个气垫是美诺做的呀，这高级的粉珠子毛茸茸的壳子，这比巧克力还要丝滑细腻的装效还是 Justin 代言的。美诺你如今也是高档上了，我是干皮啊，再拉一个油皮瑕疵工具人来。你看看这个高弹精密网纱，控料真的贼精准，按一下，哎，它就是一边的亮，而且它还不怎么讲究手法啊！来，你闭着眼睛，然后把这边脸也上了。OK，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随便拍都能拍出这种微微带点光泽感的底妆，脸上的小瑕疵也都被遮得严严实实的。后置拍一下啊，就俩字儿，服帖。化完妆现在已经是10点钟了，咱们今天怎么样？直接玩到12点。回来刚喂完猫，已经是这个点了，看一下啊，我眼线都有点花了，看到没？但是这个妆效它依旧很完整。再看一下油皮姐妹，姐姐你这妆出油之后更好看了。嗯，是啊。整张脸卸完之后也是干干净净的，没有闷痘闷闭口的情况，而且现在大促买它，到手一个正装，外加两个替换芯，再送一个试色卡，还有我们家信的小卡，美诺麻烦我锁死好吗？